焦溜牛肉片要是做好了，是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。今天把我的做法分享给大家。首先，我们准备筋少的牛肉，切成两个1元硬币厚的大片，然后加盐、黄酒抓拌均匀，再倒入葱姜水，再次抓拌，让牛肉充分吸收，抓拌到牛肉发黏就可以了。碗中加入3大勺玉米淀粉，2勺半的清水，调成糊状，像这样就行。再加入半勺食用油，调匀，抓起来像这样就行了。然后调个汁儿，小碗中加入60克米醋、60克白糖、20克酱油、3克盐，搅拌均匀。油温烧到50热，把肉片沾上调好的糊，一片一片分开下锅炸。第一遍炸到定型，捞出来。油温升到60热，咱们第二次复炸，20秒捞出来。等油温再次升到60，第三次复炸，15秒捞出控油。另起锅，葱姜蒜爆香，倒入调好的料汁儿。开锅用水淀粉勾芡，汤汁粘稠，倒入炸好的牛肉，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这不就好了吗？这样做的焦溜牛肉，放2个小时，吃的时候都是酸甜酥脆的。喜欢的双击收藏试做吧，感谢支持。